欢迎收看今天的市场脉动。今天我们谈一谈新加坡储蓄债券。新加坡储蓄债券是政府在二零一五年开始推出的一项投资工具，发行至今吸引了三万七千多名投资者，认购总额超过十亿元。今年金融管理局也将发行高达二十亿元的新的债券，而每个月的最大发行额不超过一亿五千万元。 上个星期，金管局也宣布了，投资者现在可以通过更多的管道来申购储蓄债券，就包括了使用华侨银行的手机应用程序 One Wealth，或者是通过网上银行进行申购，而现有的银行提款机的申购服务也将会继续保留。那么申购管道增加了，购买储蓄债券也该来更加方便。呃，现在是投资储蓄债券的好时机吗？而美联储的加息步伐又会如何影响储蓄债券的回报率呢？ 我们今天邀请了财务咨询公司总裁陈显耀，陈先生你好，陈先生你好。陈先生，我们看到这个其实推出一年多啊，嗯、政府三次调低了它的发行规模哈，从最初每月的十二亿元，对，到现在刚才我们说了不超过一亿五千万元，呃，你觉得为什么投资者对它的反应不如预期那么好呢？嗯，第一呢，应该是因为啊上、呃、上前几个月它那个利息不是非常的好，嗯，那这次当然是一个原因。 不过我也觉得，啊、呃，如果要真的要了解为什么它没有那么受欢迎，那我们应该就是要从到底投资者了解不了解这个投资工具的那一方面来着手。那如果纯粹只是因为利息不是很高。 那我们也很难解释到为什么还有很多人把钱放在这个定期存款，因为定期存款利息也不是非常高嘛。是。那我觉得是因为啊、呃，很多投资者他对这个 SSB Singapore Savings Bond 储蓄债券呢啊、呃、不大了解，其实它的那个回报率是挺不错的。嗯、不，刚开始我们看到这个最高的利息达到百分之二点七三、二点六三。对对对。然后现在是一直跌哈，有跌破百分之二。 我想，这个大概也是让兴趣减低的原因。啊、呃，好像我刚才所讲的，当然这是一个原因。对对对可是很多人不了解，就是说，啊、嗯呃，如果你要看这个债券，啊、呃，你应该跟就是定期存款来做相比。嗯、那如果你把钱放在定期存款，目前的话呢，少过百分之一吧。那你至少放在这个储蓄债券，虽然就是现在没有比刚刚发行的时候来的高，目前呢，你还可以拿到就是百分之二点三。 那其实跟这个 fixed deposit 来相比的话呢，其实是非常好的，而且它是一个非常有保障的一个投资工具，很安全、保本的，也有流动性。嗯、所以如果你从这一方面来看呢，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呃，很好的一个投资工具吧。是，那么现在我们刚才也说了，有更多的申购的渠道，嗯、那么储蓄债券的申购率，您觉得会上升吗？呃，这、就是当然的。那以前呢，就是如果你要买的话呢，你只能够去这个提款机来买。那可能有比较很多年长的这些人士，可能就不会去用这种提款机啊来买这个债券吧。嗯，那就算是那些比较年轻的，可能在工作时间忙碌，也没有时间去排队。 来买这个，当然现在如果你可以直接从你的那个 internet banking 啊、网际网络啊，还有你的那个手机来买的话，当然是非常方便。那也有可能他们可以帮他们的父母亲啊来买，所以我觉得有更多的管道对这个债券是好事。而且之前除蓄债券主要的关的群众就是比较低收入的家庭主妇、老人家，对对对。所以现在增添了管道，也可能对他们是有的。我觉得是应该是。 有帮助是，呃，刚才我们一直在聊到这个储蓄债券的收益率啊、哦，我们先通过表格来具体看一看。嗯，从这个去年九月开始呢，储蓄债券的年回报率，呃，刚说了跌破百分之二。 但是到了今年一月呢，回升到超过百分之二的水平。是，而最新一批我们看到今年三月发行的储蓄债券呢，十年期的平均回报率则高达了百分之二点三八。是。那么储蓄债券的这个回报率它是怎么决定的呢？它、嗯、其实我们的那个储蓄债券呢，是跟着我们的呃新加坡政府的十年政府的那个债券来走的。嗯、那。 啊，uh, 很简单的，就是说，如果我们的那个 ten-year Singapore government bond 就十年的新加坡政府债券，如果是二点三的话呢，这个新啊、呃、发行的这个储蓄债券就是二点三。哦，oh. 那当然我们的这个政府的债券呢，它的那一个回报呢，啊、呃，当然啊、呃、有有上也有也有跌了，有起有落了。嗯。Mm. 那它主要的那个因素是啊啊、呃呃、利息，啊、呃、尤其。 是，如果好像美国的利息那一方面，如果他增息的话呢，那当然会影响到我们新加坡十年的政啊的政府债券，那也会影响了我们的这个储蓄债券。嗯，上个星期三，美联储今年加息会宣布不加息。嗯，那么这个当然也是，呃，就会影响我们接下来的储蓄这个。呃那大致上是应该会影响我们的新加坡的政府债券，然后就是影响了这个储蓄债券。 不过我们要了解，就是我们的政府债券不只是纯粹跟着美国的那一方面来走，还有很多的因素。其中的一个因素，就好像那一个我们讲的英文的，讲了 demand and supply，就是这个债券受欢迎吗？如果这个债券受欢迎的话，当然那个价格会提高，啊、呃，它的那个啊利率就会跌了。所以。 不只是利息的原因，有别的原因。不过大致上来讲，我们可以就是就是很简单的说，如果美国那一方面，如果他们把他们的那个啊利息啊减低的话呢，啊那肯定会影响我们这这新加坡的债券。是，那么很多投资者可能不知道的是，是他们其实可以通过买卖手上的储蓄债券来增加他们的总体的这个收益的。 嗯、啊，我们先来看一看一个情景，比如说我一月份我买了储蓄债券，嗯、然后那个时候的十年平均利率是百分之二点一八，嗯、然后现在我看三月的储蓄债券利率更高了，有百分之二点三八，对、就是、对，那这时候应该怎么做？对，其实我也准备一个表来跟大家解释，因为很多人不了解，他们觉得哦，我现在买了这一批的这个债券，如果不好的话呢，嗯、呃、啊，我怎么办？我是不是应该等比较高的时候才来买呢？嗯、其实你不需要这样做。 嗯啊，如果你买了这一批的债券，那它的债券的那个回报率不是非常高。接下来几个月的它的那个债券的那个利息比较高的话，你可以把你目前那个债券啊、呃、卖掉，嗯，然后呢去买新的那个呃债券，嗯，对。那么在这个卖掉跟买新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区别在哪里？是不是有个？ 半年跟几个月，它的区别在哪里？因为这个储蓄债券呢，它就每半个月它才会派息，每半年，半年，对不起，每半年，半年、哦、它才会分那个利息。<是>所以如果你在就是啊、呃，你买了之后呢，一个月过后两个月过后，你决定卖掉的话，当然你可拿不到那个利息、啊。我们看一个具体的例子、嗯、哈，看一个表格。嗯,嗯，那啊、呃，那假如说就是你在就是去年八月、嗯、你买了这一个储蓄债券。 它的十年平均的那个收益率呢是二点零三，是。那目前呢、呃，要发行的这个债券呢，我其实已经发行的债券呢，嗯，啊、呃，它的那个就是十年平均的那个收益率呢是百分之二点三八，嗯。那你必须要做一个决定，我应不应该把就是去年买的债券卖掉来买这个新的债券？对。那如果你不卖的话呢，你必须要等十年，或者如果你不需要等十年，不过如果你等十年的话呢？ 平均的回报率呢是百分之二点零三。对对对。不过如果你决定要卖掉的话呢，嗯，就是说你这个旧的债券呢，已经收了半年了嘛，你已经拿回了百分之零点四四五的这个利息。是半年的利息，对，对你已经拿了。嗯、那你把这个旧的债券卖掉，同一笔钱就可以了，<对>本金啊。买那个新的债券。是。那如果你把这个新的债券呢，其实你不用不用收到就，就、呃、啊，十年，就第九年的时候你买的话呢？ 加上你已经零点四十五的，就是那个啊利息，嗯、你的九年半的那个平均收益率呢是二点二四。哦，如果你收整十年新的债券，是你十年半的那个平均收益率加上你这个那零点四十五了，就是大概百分之二点三六。所以你可以看呢，其实呢是比你的旧的债券的平均收益率比较高，嗯<是>，所以你可能就决定我其实可以卖掉，是，而且。 我强调这一点，它是保本的，你卖掉是不会亏钱的。保本安全，在好的时候，呃，买进。对对对，谢谢谢先生分享。啊，谢谢你的分析，谢谢你的呃，观众朋友，如果你想针对今天的话题提出个人看法，欢迎到我们《师承有约》微博网页留言。广告回来是第二段的新闻，我要走开，稍后见。